影响小嘛，哎，被吃掉那个很快，大财阀呀，几百一百亿的算什么？对，我们资本才120亿，一下子被吃掉了。董事长坦言，若是有股东发动攻势，甚至采取并购手段，真的会担心。就是因为这次股东会，市场派来势汹汹。尽管宝嘉集团五成持股已转卖给板信商银最大股东刘炳辉家族，但仍手握三席董事。他们的实力是还蛮雄厚。如果真的有心要去做一些这个经营权的一个斗争的话，其实他们是还蛮有实力的一个集团。实际上难度还蛮高，因为毕竟就目前看起来，三信的一个股东结构对于这个廖松岳家族的一个支持度还是蛮硬挺的，所以短期当中要撬动其实不太容易。董事改选结果的确仍由廖松岳稳坐泰山，宝嘉三席董事也没有改变。不过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为了稳固江山，三信商银也宣布今年将配发现金股利0.27元，还有股票股利0.25元给小股东，不让市场派趁虚而入。不会啊，三信也经营很久了，另外有些信表示我们的经营非常好，那希望大家分享来参与。那我觉得这是比平常心看待，我们只要把公司经营得好，金婚礼应该是必须要做的事情。今年董事改选顺利落幕，仍由原董事长廖松岳稳坐宝座，但新股东刘炳辉家族入股，为明年再添变数。三立新闻刘富慈台中采访报道。